死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啊。今天阳光明媚，天气特别好。我跟小郭今天要拔寨启程，离开巴音布鲁克前往库车了。但是呢，走之前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，我呢要去拜访一个小姐姐，而且还要带上小郭，因为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寻找巴音布鲁克魔鬼赛道的时候，在山里面碰到了一个卡子过不去。在那个地方手机信号只有一格，也没有网络。然后呢，巴音布鲁克这边的一个小姐姐给我们留言，给我们打电话发短信，反正就是在那种微弱的沟通环境下帮我们联系，帮我们就是各种想办法吧，对，帮我们通过这个卡口。虽然呢最后也不是通过她的关系通过的这个卡口，但是她的这种热情啊，她的这种就是全心全意帮助我们的这颗心，确实让我很感动。而且已经问到了他的地址，他在巴音布鲁克镇子这边开的风情园，所以我跟小郭走之前现在开着大白先去他那边浪一圈，走出发看小姐姐喽。哎，给人家买点东西，买点水果，买些奶皮。我感觉咱俩这个配置是有点去医院看人的感觉。不管咋样，反正是一点小心意嘛，合不合适表达就好，是吧？对，应该是在这个巴音布鲁克的游客服务中心后面，因为我听跟他说了，他说是很大一片毡房，然后叫哈木哥穆加勒。哦，应该是在这儿吧？进去看看。我记得这个停车场后面有一大片毡房。对，这游客服务中心后面。草原上面全都是这种毡房了，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得找牌子呀。看见没？就这么巧，一下就又在救援的路上，越走越远了。这，哎呦！吓死我了！绳断了！停！我估计你这个绳不行啊。那也没啥，就是这个轮子陷那个沟里了，就那个陷沟里了。来，好了。我离远点，我有点怕他们这个绳儿。缓起步啊！我说这个绳儿不行吧？挂钩，这个绳子质量太差了。绳好。好。挂钩它缝口没缝好，缝口。你直接绑这个球上。反正钩上，对，这个好绑。那是接头那儿。你这个绑的办法还是可以的，那边很结实，那边结实了。随便，这个上面随便绑。拉紧了之后不好解。缓起步。人家手远一点。啊。动了，哎，好了，其实很简单。好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一地的泥，啊，我脚上全是泥。哎呀，今天又圆满了。他那个绳子不行。他是绳那个接铁钩接的那个地方就不结实，绳子还是很结实的。一把可以出来，结果整了三把。对，我让他给我发个位置吧。嗯，还得去接着找我们朋友去。很圆满。放眼望去全是毡房啊！我觉得这毡房1000个不止吧。妈呀，这让我怎么找到啥时候去？
老郭要找小姐姐的愿望要落空了。小姐姐采购去了，不在啊，派她弟弟来了，不去了，没意思了。啊，太多了，找不到呀。问题是，他弟弟过来接咱们。小哥哥也行啊，现在连小哥哥都不好找了。打了无数个电话，终于找到了。这是他们的毡房，毡房里面地方真大。哎呦，我撞头了！这感觉我能睡十个人，一块睡十个人。这边还有炉子，晚上比较冷，必须晚上必须得生，咱们晚上都得开柴暖呢。然后一块坐在床上面吃吃饭，喝喝奶茶，聊聊天，打打牌。我刚才都看见了，还有音响，还有麦克风，跳跳舞，嗨起来。奶茶香不香？蒙古族的奶茶香。哎，这是蒙古族吗？对，他们都是蒙古族。蒙古族。这是什么奶？牛奶。牛奶。牛奶。看，拜拜。哎呀，香。小姐姐没见到，见到一个蒙古壮汉。刚才说小姐姐的弟弟，刚才说错了，人家那不是毡房，人家那是蒙古包，因为他们是蒙古族。啊，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，还喝了奶茶，哎呀，太爽了。还让我们吃饭，但是我们俩刚刚吃过，就不在这家，不打扰人家了，我们就赶紧走吧。这个虽然没有见到本人，但是，哎，以后有机会肯定是要见的，有机会真的是肯定要见，太热情了。哦，走吧。那就直接出发下一站。拖我们的200，拖着200我们去库车。我们在巴音布鲁克也待了好久好久了，今天就正式的带着我们的200走剩下的独库公路去库车。果汁上车，走上，一二三，上，右转上独库啦。我们开始进山喽，再要翻一两个打板就到库车了。那个什么铁力买铁打板就在这儿。前方两侧车道变窄。有的吧，有吧。我记不清了。应该有，应该有，应该有。啊，前面没有路了。哦。进入铁力买提隧道。我居然能把这些隧道的这个名字都能记住，我也要给我点个大赞。这太难记了。哈希勒根、铁力买提。对。还有啥来着？记不住了。穿过铁力买提隧道，我们已经进入库车境内了。刚才隧道里面的温度是15度啊，车上显示的前方经过落石高发区域。到了库车，我估计会给你一个大惊喜。油门到大，小心点啊！啊，这一次在独库上面走啊，比我们2019年来独库上面的车多太多了，感觉有5倍多。对啊，而且，营业性的这些牧家乐呀、农家乐呀、毡房啊这种的也变得特别特别特别多，停车带呀、停车场也变多了，就还是很热闹的。这个独库公路一下就感觉跟上一次比热闹太多了。对，回头弯，看我带着拖挂给你压排水渠过弯，好吧？哎，然后前车没出去，后车飞出去了，从外面飞一圈回来，原地掉头。有车，又碰到大网红了，过去打个招呼。这1212房车旅行，前面的应该是旅途十万里他们。是。又看到大白了，果汁跟大白玩一会儿。不玩。玩不起来。跟锄头那个玩的特别好，他想去找人家狗子，太热闹了，三只狗子在一块儿，你别咬。
推咬。他谁就敢咬啊？他是。走了，拜拜，江湖再见。我们咱们是反方向的，他们往那边走，咱们往库车走，刚好是反的。我看到都这都是缘分。我刚才还在想，你说咱要在隧道里面同时过隧道，都是乌漆麻黑的，那就过去了，就擦肩，正儿八经擦肩而过了。没想到一下山，他们两个房车停到一块儿，你这目标特别大，哎，就发现了，真好。哎呀，果汁也玩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咬人也咬开心了啊，坏狗子！还打呢都。行了，我们就接着出发，前往库车。我们到大龙池了，不过这个大龙池怎么看起来这么的不好看呢？今天大龙池这边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过来的时候太繁华了，繁华太多太多太多了。人也多，车也多，想找一个停车的地方，好难呀、啊！前方经过连续弯道。我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 ，Windows 九八，打扮漂亮，十八岁是天堂，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。哦，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。对啊，前面还有吗？前方路段限速40。山上面不是有一个大的吗？还记得吗？走去山上面。我的神呀，停车场根本没法停我们的车，所有都是爆满。我们赶紧在路边找了一片空地，赶紧去拍一下，人也过不去了，拍一下行了。跟前没有修停车场，没有修停车带，所以小龙池就没有人，都在大龙池那儿凑热闹。其实小龙池更好看，小龙池下边好像有一个小瀑布，是吧？水货了，大水货，我都把栏杆撞开了，看见我以为他是要下去，哦，是撞的那个，撞到栏杆上。我感觉像是两个车撞了吧，这就是掉以轻心了。山里面一般不容易出事，就是越平越直的路越容易出事。这个车长，这个严重。前方经过弯道。哦哟，妈呀！轮子都掉了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开车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啊！这个撞的又撞啊！刚那还过了一个，就是他们俩撞了，应该是。这太严重了吧？这边路就是因为路太好了，所以大家就掉以轻心了，就很容易出车祸。这段路是真的好，又平坦又宽敞。对啊，就出了往库车走出了山之后，哦，这一段就几个了，三个事故了。嗯，所以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不能那个啥粗心大意的，看看风景呢。说你呢啊？没有，尤其是还有啥弯道超车。哦，这个是弯道超车造成的，这是库车的一大特色了。红山，而且温度也高了，烧红了，温度已经到达30度了。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，打扮漂亮，十八岁是天堂，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。哦，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。